虽然见到澳洲系位于南半球啊，较为偏远嘅一个国家咁啊，但系喺呢一度啦，真系都举办好多啊大型嘅体育盛事嘅。咁啊，见到喺悉尼呢一度啊，去到咧系奥林匹克公园啊，咁啊呢一度当然啦，曾经系举办过2000年啊呢个悉尼奥运嘅，咁啊呢个场馆入边啦。喺近呢幾年咧，就已經係成為咗羽毛球超級系列站啊，其中一站呢個舉辦嘅地方啦。咁啊，見到今年啊賽程方面咧，就係3月份先至係開打呢個超級系列賽啊。咁啊，嚟到5月份澳洲公開賽咧，5月尾呢一站係屬於第五站嘅。咁啊，緊隨下個星期嘅即刻將會係移師去到印尼啊，上演賽事嘅。咁啊，今日比賽已經係嚟到最後一日啊！咁啊，見到5項嘅決賽賽事入邊啊，咁啊，相當開心啊！見到我哋香港嘅混合雙打組合啊，李俊熙同埋周海華咁啊，殺入到決賽之後，咁啊，今日將會對住啊中國嘅組合啊，4號種子嘅劉成同埋鮑音嘅。咁啊，至於第二場嘅女雙嘅比賽入邊啊，有6號種子啊，湯金啊同埋田馨啊，咁啊，變成咧喺呢一度啊，會係中國隊啊包辦一個冠亞軍，因為佢哋嘅對手咧。就係5號種子啊，馬俊同埋唐婉婷嘅。咁啊，第三場男單比賽有岑龍對住艾蘇神啦。咁啊，第四場女單比賽咧，世界冠軍馬蓮會對住中國嘅黃色咁啊，最後一場李龍大柳賢星呢一對韓國組合會對住中國嘅劉成同埋盧海嘅。咁啊，先嚟睇睇喺混合雙打方面啊，咁啊，暫時依然都係張楠、趙雲蕾佢哋位居喺一個積分榜嘅領先位置啊。當然啦，如果劉成啊同埋鮑如欣喺今日贏到冠軍，佢哋嘅排名咁啊，將會咧亦都係飆升去到第二位。咁啊，當然啦，要睇睇我究竟我哋香港呢一隊啊年輕嘅組合啊，李俊熙咁啊，仲有較為有經驗嘅周海華咁啊，究竟可唔可以喺呢一場嘅賽事入邊咧係威脅到中國呢一隊嘅組合啊？咁啊，雖然過去3次嘅交手入邊都係面臨敗績，不過咧都打得非常嘅接近嘅。今日為大家帶嚟嘅賽事嘅轉播咧，就有陳之賽同埋我長美燕稍後咧仲有余日明宇 Sir 嘅。財叔你好啊！你好。咁啊，見到啊，當然啦，兩隊叫做即係以呢個地區啊，同埋呢個混雙啊，喺個國家嘅成熟度嚟講，咁啊，當然香港啊，過去你啊同 Amy 啊，財叔同 Amy 啊，一樣都喺國際上邊嘅成績啊，都係相當之彪炳卓越。但是以中國啊都成熟咗相當長嘅一個年資嚟講，我哋香港呢一隊啊，李俊熙、周海華其實可唔可以衝擊到依家現今啊中國一啲混雙嘅組合？就以現時世界混雙呢個項目嘅格局嚟睇咧，就即係目前混雙都係中國主要叫做係比較佔優嘅一個項目，即係項目。咁啊，以往嚟講咧，就混雙嘅競爭係非常之激烈啦。但係近呢幾年咧，就即係其他外國好多即係主要嘅混雙組合咧，就好似係啦，印尼啊都係啦，年紀就比較老化啦。咁啊，即係中國咧就仍然係可以保持不斷咁啊，有啲新嘅組合咧就出現，好似。現時熒光幕見到嘅呢對劉成同埋鮑如欣都係比較年輕嘅組合。咁啊，變咗我相信喺混雙呢個項目咧，就中國都仍然係保持翻佢哋嗰個領導地位啊。咁但係我哋香港呢對組合咧，就即係年紀就即係一個咧，就可能即係比較大少少啦。咁啊，如果係以即係周海華嚟講咧，就即係大過李俊熙，但係咧其實佢現時嘅年歲咧係正正係一個最當 fit 嘅時候，無論喺經驗、體能，即係各方面技術、戰術各方面都係最成熟嘅時候。咁佢帶動到呢個李俊熙係一個新進球員咧，即係我覺得呢對咁嘅組合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以老帶新。所以我就話係老啦，其實。周海華的年紀如果比較起尼爾遜啊，或者帕特，都仍然是很後生啊。如果他係可以保持翻個心態，我相信周海華應該都仲有排打嘅。而且真係以現今啊，因為羽毛球的歲數嚟講，真係一路咁樣推遲。
三字頭，分分鐘即係講唔埋啊！好似即係網球啊、女金剛、娜拉誒依、這個娜拉蒂娃咁樣，咁啊嚟一個四字頭咁樣嚟到復出啊！伊達公子都係四字頭仲打緊，咁啊依個雙打方面絕對有咁嘅可能。冇錯，咁啊尤其是周海華佢本身嘅身體素質，我都係。即係非常之好啦，咁啊，即係我相信，即係主要係嗰個心態啊。如果心態好嘅話咧，我覺得打多即係五年至七年，我覺得就絕對係冇問題嘅。咁啊，光頭仔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即係九字頭，九四年出世啊，係非常之後生。近呢段時間咧，嗰個進步咧就係真係非常之神速啊。咁啊，佢嘅。特點咧就係佢喺進攻方面咧就固然係即係都公認噶啦，咁啊係即係好強，佢嘅功力咧就絕對唔係喺呢個流程之下。咁但係佢最近最進步嘅地方咧就係佢嘅防守嘅能力、出波嘅防守球路咧多變，呢啲反而成為咗佢最強嘅呢個信心嘅保證。咁啊變咗喺比賽當中。很多時候他夠膽起波，而周海華呢他的防守亦都不斷咁喺進步中，咁啊變咗呢隊咗，我相信將會成為其他世界其他國家的教練。即係研究的對象是我覺得李俊熙咧，即係琴日睇完佢打拿斯亞個場波，我覺得佢就真係完全咧，依家唔怕人哋喐佢嘅波，佢嗰個即係回動起動係相當之快，即係好欣賞佢即係下盤啊，對腳咧真係好有力。財叔有講過，佢曾經仲斷過腳添。係咁啊，即係但係就嗰次即係對佢打擊之後咧。就其實即係停咗都差唔多大半年一年時間啦，就嘥咗少少時間，但係就其實佢嘅下肢係非常之強，係真係好犀利。咁啊，今日睇睇啦，咁啊呢一隊啊香港嘅組合啊，真係可唔可以係俾到劉成啊、鮑威音咧係帶嚟一個威脅啊？咁啊，其實今年啊本身啊雙方可以喺一個亞錦賽咧係碰頭啊，不過當其時啊劉成鮑威音咧就係 walk over 咗，咁啊李俊熙同埋。周海華就係不戰而勝嘛，喺亞錦賽甚至乎係攞到一個亞軍嘅成績啊！咁啊，當時咧就係直落兩盤啊，輸咗俾阿麥特拿斯啊。不過今年喺準決賽報翻仇啦，真係贏得漂亮。咁啊，所以今日要睇睇啦，我哋大家亦都係幫啊香港嘅組合啊打氣，睇下可唔可以喺澳洲公開賽攞到呢一面啊係混雙嘅金牌啊！为大家送上系2015年澳洲羽毛球公开赛本年度超级系列赛的第五站啊，混双嘅决赛赛事有四号种子中国的刘成同埋鲍仪音啊对住我哋香港的组合啊李俊熙同埋周海华嘅。今场决赛咧就即系如果系纯粹喺往绩咧就即系0-3，我哋系。好似感覺好似係輸硬咁樣，但係我覺得呢場波係絕對有得打。咁啊，如果係分析雙方球員嘅實力咧，就男同男，劉成同埋呢個李俊熙，我覺得李俊熙就唔會輸蝕嘅，無論喺攻防都唔輸蝕，反而李俊熙咧喺嗰個球路嘅呢個控球能力方面咧，仲好過。劉成咁至於係女子球手咧，周海華 to serve to 周海華同埋鮑威音，我覺得周海華個控球能力咧係好過呢個鮑威音。嗱，當然喺整個速度同埋入位方面咧，可能鮑威音要會好啲。咁變咗咧就抵消咗，其實又係有得打㗎。咁最終就要睇個發揮啦。嗱，呢啲咁嘅打法咧，就即係我覺得香港隊要諗諗啦。琴日用呢啲咁嘅打法嚟打啦，打底線咧，對住阿麥特，我覺得冇問題。但係今日真係兩邊飛得好勁啊！冇錯，咁所以就即係我覺得就要搶網前啊，因為
周海華，我覺得佢嘅網前絕對係可以控得到爆音嘅。好啦，咪刚才咧就系判罚咗中国队佢哋一个发球嘅犯规啊！哇，不随即啊，刘成呢个接发球系愣网过啊，冇办法啦！咁呢一球波基本上真系都死球嚟噶。我谂啊，动作头先都提过啦，咁啊，刘成啊都唔系话啲幼细动作咁好嘅一位球员啊。大阪的進攻當然沒有問題，但是看到他有一些控制落點位基本上都是差一點，所以就是都盡量避免有這些進攻機會給劉成。所以我覺得周海華應該要將那個位置盡可能去壓前，因為你控制到網前就可以避免減少起波。哇，相當之靚嘅接法啊！好啦，咁啊，又嚟睇睇啦，李俊熙開俾劉成嘅發球啦。呢球波判斷錯誤啊，劉成。咁啊，陣間亦都觀察今日啊，究竟有冇呢個風向嘅問題啦。好靚啊！出現個誤會啦，咁啊，暫時控翻一個前半場嘅位置咧，咁啊，的而且確個優勢係出翻嚟啊，企個位較為前啲。冇錯，由呢球波咧應該有啲啟示啊，就周海華攞到高點咧，就可以先控到網前咧，就嗰個優勢咧喺我哋香港呢邊啊。5-4，分數係反超前啊！好嘢啊！咁啊，即使控到爆音啊，但系都冇话完全占据到呢个主动啊！哎呀，可惜噶，咁啊呢一度似乎有少少谂咗啊，谂太多咁喎。Service over。呢个处理咧就真系麻麻地啊！哦，咁啊都有好多时间嘅，其实又想放正手，一个直线位，又想勾对角线。好啦嘛，出現咗兩個網前嘅失誤啊！咁啊，琴日對住阿麥特拿斯亞，香港隊咧亦都係過去交手記錄嘅係0-3嘅，不過琴日就係零的突破啊，終於係贏翻次咁啊！今日對劉成白音亦都係落後0-3嘅 head to head， 咁啊睇下會唔會同樣係零的突破啦。好嘢，壓得好啊嘛！始終見到白音個企位都係較為厚啊，呢一度放翻個假動作控翻個短波。这个动作也是周海华的其中一个特点，因为他出手快，但同时也有这些假动作，一般女子球手被他这样一样通常都动不到。哇，那对着刘成都有占到优势，当然刚才一路有看刘成只是大阪的力量爆发力量强，有细波都未是那么成熟的。开得靓啊！周海华呢段时间咧个开波同埋前半场嘅控制咧，真系非常之好啊！因为呢啲咁嘅情况咧，如果佢继续可以保持翻咧，个情况咧就将会好似琴日拿斯亚咁样，系冇得喐，完全舒服，后边根本控唔到波啊！所以如果周海华可以再放胆啲多啲压前嘅话咧，我想那個效果就會更加好啊。我想掌握返呢個防守嘅節奏啦，咁啊依家劉成嘅進攻呢都冇佔到一個絕對優勢啊。哎呀，出錯波啊，李俊熙勾得太多對角咁喎。呢球波咧就即係我諗佢冇諗過包音嗰個
轉身轉得咁快啊！嗯，佢以為爆音咧就會走翻個直線，係啦。好啦，分數依家係9-8啊，咁啊，中國隊又反超前啦。呢段時間中國隊好多時當香港隊推嘅時候咧，好多時佢係唔發力，所以我覺得香港隊個位置仲可以再前啲啊。好啦，李俊熙剛才呢個接發嘅企位咧，亦都俾到鮑怡欣壓力啊，開唔過網啊。咁啊，始終啊，剛才鮑怡欣亦都係被判罰過呢個發球嘅。哎呀！好啦，見到呢一度推埋身波，令到李俊熙啊，剛才一個轉身咧，亦都係稍稍慢咗啊，壓得太前啦。剛才呢一度又好嘢，守得住有提防啊，周海華。呢、這個亦都係周海華進步嘅地方啊，因為好多時咧，對方想攻佢咧，就反而好多時係創造到機會俾我哋打反擊啊，打得係好靚啊！好啦，咪睇下邊個可以攞埋呢一分半場領先啦。好啦，落咗網，咪變成啊香港隊李俊熙同埋周海懷喺第一局嘅半局係取得領先嘅一分嘅優勢啊，11-10啊！哇！加快咗節奏啊，見到中國隊。咁啊，剛才喺前面嘅鮑怡欣，咁啊，亦都係補埋劉成喺呢兩把重力進攻啊！依家度俾佢咧一個追身嘅殺波啊，追住我周海華。呢、這個改變咧，亦都係意料之內啊！因為中國隊都知道啦，你慢慢打啦，就未必係可以同香港隊嘅對碰啊，因為始終個控球咧，李俊熙係比較好啲，咁所以即係劉成咧，佢都係發揮翻佢本身嘅優勢啊，就係功力強啲，速度快啲，所以以快打慢。咁啊，頭先啊，鮑怡欣亦都係嚟翻個一戰之壽啊嘛，剛才就係、香港隊曾經咧就喺劉成嘅進攻啊一個反推，咁啊，剛才鮑怡欣亦都係還以顏色嘅。劉成今日好多失誤啊！網前壓力真係好大，因為周海華對佢嘅困擾咧係非常之大。咁但係佢如果係控底線，又驚李俊熙攻，咁變咗係一個即係比較大嘅壓力啊！所以當攞高點先打一個臨波，其實基本上對方係好難處理嘅。所以呢個咧就係點解我一路都強調。我哋企位要前啲，周海華更加要壓前啲嘅原因啊！哇，不過亦都要睇睇啦。今日李俊熙個心態，似乎佢嘅壓力亦都係較為大喎。係個開波麻麻地啊，今日啊，因為始終佢面對中國隊咧，可能嗰、那個接發啊，嗰、那個發球嗰個壓力係真係比較大咗啲啊。要小心啊！呢、這個時候咧係對方個突破位。千祈咧就唔好太多嘅無謂失誤啊！出咗界啊！好彩呢一度就係出界波嚟嘅。13-14。咁啊，琴日啊，左右手嘅李俊熙同埋周海華都隔劍咗三次啊！咁啊，被阿麥特納斯啊打咗好多板中路波。好嘢啊！咁啊，見到劉成個企位，稍稍偏中間呢一度睇得好清晰啊！李俊熙即刻殺翻個邊線位。呢球殺波咧就真係好聰明嘅殺波啊！明知劉成就會走去幫對角，咁啊嚟一個邊線嘅落點啊！好聰明嘅打法。好啦，咁啊睇睇呢一度周海華嘅發球啦，開得好靚啊！
好啦，咁啊，加上一个冷网波逼到鲍音刚才呢一度跳波嚟出足界啊！嗱，你要发觉咧，就大部分我哋嘅得分都系嚟自网前控完之后啊。系。因為那邊又是順風，你一這樣做對方是很難出球的。哇，這裡劉成又一次了，控短球是出現失誤。哇，打起上來的感覺表情就是很無奈啊，劉成。這些就是叫有力使不出啊。是。辦法啦！依一度爆音一個冷網波，呢球波即係周可話俾嘅壓力唔夠啊！如果佢稍微壓前少少咧，爆音應該就未必係可以放得係咁即係輕鬆啊！尤其喺佢嘅正手位咧，其實應該要放膽去壓前啊！咪睇下爆音啊開波啦，今日都唔係開得咁順噶。哎呀，可惜啊，打唔正啊！呢球波就真系好可惜啊！啊，见到啊李振熙咧，就都系比较保守啊。如果压前半步呢球波推出去咧，就唔同讲法啦。突然间好似冇咗感覺啊！香港隊。好啦，關鍵性嘅時候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把持得住啊！香港隊。呢分波係一個關鍵嘅分數啊！包音，如果繼續俾佢開順嘅話咧，就好麻煩啦。我諗啊，一路都仲係追住劉成啊。Service over。呢球接發球咧係做得好靚啊！咁啊，香港隊喺呢方面嘅處理咧，就我覺得係做得非常之好，應該都係有一個部署，因為劉成咧佢正手好啲嘅，但係佢嘅反手位咧好多時就唔係話咁暢順啊，所以針對呢樣嘢咧，香港隊好多時係推啊或者撲嘅時候咧，通常都向佢嘅右邊膊頭嗰度推。做得是很成功啊！靚波又喺個邊線，唔係能夠係將兩位球員係拉得夠開啊！唔係一左一右嘅落點啊，係打得好邊啊！唔係呢一度斷咗線，換翻支板啊，劉成。所以整個進攻的落點咧，兩個男子球手一比較咧，你要發覺李俊熙的落點控制係變化係多，係啦多過呢個劉成。講力度可能大家差唔多，但係講落點咧，就李俊熙係即係有威脅好多嘅。出波的位置出得靚啊，周海華。咁啊，令到好多時候真係爆音，又保唔到劉成咧個企位，又係唔舒服嘅。一劉成今日嘅前半場臨波嘅處理咧，真係比較差，佢就唔敢壓前。其實如果劉成佢壓前咧，其實我哋都好難打嘅。哎呀，呢個關鍵分。嚟一個失誤啊！好啦，咪睇下可唔可以爭取地有 game point 啦，香港隊。機會。好啦，咪又攻穿到啊，咪變成啊香港隊首先嚟到 game point。見到劉成的防線真的散散地，每一次被李俊熙一攻親都有，
看來真的有很大壓力啊，劉成。咁啊，見到呢個殺波嘅波速都相當快啊，李俊熙。咁啊，呢一度佢嘅開波，睇下可唔可以為佢哋先贏到第一局啦。靚波，機會。好嘢啊嘛！依一分波真系两位都打精彩啊！嘛，李俊熙多次都保护到周海华，哇，系咪打亲咧？头先系头先争咗下，系咪揈亲只手咧？系咪只右手打亲咗？可能系俾阿李俊熙打中个球板都唔定啊！咁啊，睇下稍後啊，再了解一下個情況啊。不過香港隊呢一度先贏到第一局啊，21-9啊。咁啊，睇下隻右手啊，咁啊，應該頭先咧就真係俾李俊熙啊幫佢補位嘅時間，即係要防啊劉成嘅殺波嘅時間，唔覺意咧真係唔小心係打親都唔出奇啊。咁呢度再嚟同大家欣賞下澳洲啊悉尼周邊一啲相當漂亮嘅景色啊！好啦，一局在手嘅香港隊啊，咪睇下呢一度喺第二局啊，去到順風區可唔可以喺網前方面再佔據到個優勢啦？好可惜噶，咁啊，見到中國隊亦都係加強咗佢嘅防守啦，咁啊個企位亦都係壓前咗。咁啊，一局在手，咁啊，再加上咧就即係對手劉成今日嘅演出咧有啲走樣，我覺得第二局呢段時間嘅開局咧就真係要好好把握啊！咁啊，要更加要搶網前呢球波靚波啊！咁啊，點解我？更加強調網前，因為香港隊呢邊係順風啊。如果你攞唔到網前咧，係好難控底線啊。咁所以更加要控網前。咁啊，第二咧就係、如果你可以控到網前，有機會攻，再打擊呢個劉成嘅信心嘅話咧，我覺得香港隊贏面就會比較高啲啊。咁啊，頭先喺第一盤咧，依個中後段嘅時間，我都有少少擔心啊，李俊熙。不過睇完最後嗰一分之後，我覺得佢成個人醒曬，而且好想贏。咁啊，即係我哋最後嗰分都係靠防守啊，所以呢個咧就係點解我之前一路講呢個對我哋建立嗰個信心咁重要咧？因為當我哋嘅防守好咗，尤其是周海華的防守好了，就對球隊的幫助是非常之大的。都是這些臨波啊，劉成都還未清醒啊，只要周海華是可以在高點撥一撥，基本上就是沒有威脅啊，劉成，因為始終技術都比較粗一點啊。真的都，他也都是驚了網前的周海華。都要小心啊！爆音啊！咁啊，依一個階段啊，佢一有機會就會衝上前。3-2。但係剛才的出波會唔會係我哋呢邊的主導打法咧？如果是我哋嘅主導打法咁樣打嘅話咧，我覺得係比較保守咗啲啊。咁得靚。勾得靚啊！亦都係跟到啊，周海華。哇！仲頂得住呢個包音，真係好嘢啊！哇！哎呀，真係慘啦！咁嘅情況嗱，見到劉成咧，仲喺度慢慢去換板。咁但係包音真係好嘢啊！真係成塊板係裂咗喎，依度裂咗嘅嗱，一板。
跟住第二板先至入嚟，哇！真係攤慢板啊！流成大爆音都不得不佩服呢位球手啊，一個女子球手。香港隊兩位球員應該是被嚇傻了啊嘛！劉成無端端出去，可能都在度諗緊佢做乜嘢啊！咁啊，分咗心的情況之下，出嚟的波的質量咁啊，應該可以係甚至乎放個短波啊，咁啊為自己創造進攻機會。咁啊，當其時可能真係諗多咗，即係掛住諗劉成咩事？冇錯，即係有啲可惜啊！呢分波係攞唔到落嚟。Four, two, three.好啦，就千祈咧就唔好因此而有任何嘅動搖啊，或者係精神唔集中啊，呢啲咁嘅情況係好容易係俾對方突破嘅。靚波，推得靚。哇！爆音呢個階段嘅防守好，哇勾得好靚啊！哇！見到爆音啲變化波開始出嚟，咪香港隊唔係打得唔好，咪但係呢個階段咧，中國隊亦都係加強咗佢哋嘅防守啊。不過由呢球波咧就睇到咧，劉成開始進入咗啊，今日。爆音就即更加係好放心係出波，咁啊對香港隊嚟講係一個唔係幾好嘅訊息啊！可惜㗎啊嘛，已經係有提防㗎啦，李俊熙爭少少啫。嗱，一定要頂得住呢一分啊！咁啊，即係俾對方連攞咗幾分啦。哇！呢、這個階段連劉成啊都少咗失誤啊，所以即係有陣時即係喺咁嘅階段咧，我覺得都可以嘗試去打窒對方，或者係即係頂一頂，即係可以慢下汗啊，或者做其他嘢去舒緩自己嘅嗰種緊張或者比較亂嘅節奏。Six， 哇！今日幾次嘅接發球咧，推啲位都係推得靚啊！就可以話，不過呢個係佢嘅特點啊！佢發接發同埋前半場咧，真係好殺食嘅。好啦，咁啊，逼到劉成剛才呢一度要打個搏殺波啊，係殺咗出界嘅。Four, six。大嗌一聲啊！嗌翻醒自己啊！劉成有啊，判斷失誤啊！機會波啊！咁啊，剛才雖然係連失咗幾分，但係現時係香港隊嘅機會啊！劉成呢邊咧有少少出咗去啊！呢位球員今日嘅即係發揮咧，就真係可能壓力太大啊！緊緊出界啊！呢度 service over， 好啦，劉成嘅開波，睇下可唔可以係爭取到機會啊！李俊熙，不過其實我哋話壓力大咧，其實對劉成嚟講咧，亦都係一個磨練，係啦，表演嘅機會。點解我話表演咧？即係表演俾啊教練睇啊！因為如果他要擔大旗，你要在奧運會那裡出成績，你就要在受壓的情況下你就要打到出來。如果今天是受壓的情況下打不到出來，那很自然就是明年的奧運會即是教練對他的信任程度就會是大打折扣。所以一級運動員咧就一定要有咁嘅受壓嘅能力啊！靚波，哇！好惡啊！周偉華呢一板波入位啊，真係入得靚啊！哇！呢球波真係估唔到啊！一開就即上啊！唔知啊，爆魚音係咪受到劉成嘅影響啊？咁啊，剛才呢一球波出嚟嘅質量亦都係較為差。
咪好想盡量將劉成啊揈兩邊啊，李俊熙呢一球波攞幅度大咗啊。Seven。都好有壓力啊！白茵嘅開波。Eight。不過有時女子球手咧對住男子球手開波係真係好難開嘅。係。哎呀，點解李俊熙呢一度又係咧？哇！呢分波咧就真係有啲不明不白，明顯個開波個節奏咧就唔係好啱啊！咁啊，照計就冇理由啊，對方守陣應該自己應該要好有信心先至啱啊！失去了一個好即係好寶貴嘅機會，香港隊靚波，控制嘅節奏唔錯啊！剛才李俊熙。哎呀，諗住一個高殺，可惜啊！呢一度係出咗界啊！哇！呢球波對李俊熙嚟講嗰個體力消耗都幾大啊，連攻咗好多板，跟住呢球波咧有少少忍唔住啊！即係其實應該仲可以再俾少少耐性。係。好啦，嘛分數咧係領先住兩分啊，中國隊。猶豫間的出手啊，真的要小心啊！光頭仔呢段時間有少少亂亂地啊。中國隊領先住三分波啊，11-8。好啦，我睇下香港隊可唔可以將落後分數咧，依個階段係追翻上嚟啊！哇，咁啊，見到周海華個身啊嘛，又壓前少少，咁啊影響到鮑魚音啊，剛取個回放網前。所以呢啲咁嘅舉動咧，就即係俾到對方有個心理威脅之後咧，對方個出手咧就會係受影響。所以即係好多時我話，當對方未墊波之前，你先入位。咁啊，即係呢啲咁嘅做法啦，除咗有實質嘅啊呢個需要之外咧，同時亦都俾到對方個心理嘅威脅。咁啊，依一度又出現一個運氣波啊！劉成在看風景咁啊！咁啊，剛才竟然就係俾周海華一個追身殺，咁啊，頭先係咪喺度發緊夢咧？佢不過就劉成今日咧就真係有少少就唔知點解啊！我諗佢都覺得係，點解個波嚟咗佢先有反應？即係有少少即係係啦，發夢咁嘅感覺啊！好靚啊！見到李俊熙兩個撇吊嘅節奏真係掌握得好好啊！好啦，香港隊嘅機會啊！呢段時間咧就對方就發緊夢咧，就係你嘅攞分嘅大好機會啊！哇！鮑魚音有壓力啊，依家變成要照顧住劉成啊，對 partner 自己喺度發緊夢，咁啊變成啊佢照顧場區嘅範圍啊闊咗咁啊！靚波出現狀況啦，劉成同埋鮑魚音。哇！呢球波嘅處理咧係非常之冷靜啊，係壓曬劉成啊。哎呀！冇辦法啊，劉成呢一度亦都係一個假動作啊。咁啊，睇睇佢隻手啊，依個出手啦。
唔係呀，都完全啦，係壓到一個李俊熙啊！都仍然係仲未控制到啊，劉靖。好啦，仍然係一個機會啊，13-13。咪睇下呢一度分數啊，可唔可以大開出嚟啦？周海華嘅開波就比較放心嘅。冇錯，咁啊，即係如果佢開波即係有把握嘅話咧，可以事先就同啊拍檔咧就傾一傾，叫佢企前啲啊。哇！呢一度突然間彈個後牆啊，咁啊令到正在夢中嘅劉成又一次係殺流亡。14-13啊！要好好把握呢次難得嘅機會啊！香港隊，當你攞到兩分咧，就即係呢邊壓力越嚟越大咧，劉成咧就會我諗未必係可以翻轉頭啊！因為始終咧就香港隊一局在手咧，就即係有着數好多啊！係，哎呀，好可惜噶，咪喺。是不是風向問題嘛，個擊球點突然間對不啱啊，周海華我出手快了，保護得好好啊，李俊熙靚波推得靚，壓得好前啦，哎呀再嚟組織到好嘢，周海華依然係封得好嚴密啊！哇，正手位真係好殺食啊！好多時劉成想轉線出對角啦，往往都俾佢封到啊！嗱，想轉線又封到，所以一個球員咧就是但一邊好強咧，就真係爭好遠啦！只要係令佢嘅拍檔可以配合到個球路咧。就可以成為咗自己嘅即係打法嘅一個特點嚟嘅。上得靚啊！周海華，好嘢啊！靚波！咁吹之後，又為李俊熙創造到呢一板啊進攻嘅機會，一板搞掂。即係呢啲咁嘅進攻落點咧，就一般球手嗱出波咧就係多數都會喺身邊，但係李俊熙嘅進攻通往往都係離身啲嘅，所以即係好多防守比較好啲球員咧，即係突然間落點係離身咁遠啦，通常都會嚇一跳啊！咁啊，即使係擋到一板，基本上好難守第二板啊！好啦，咁啊，飲啖水，稍稍調整一下。哇！真係有極大機會可以為香港取得一個大突破啊！呢對混雙組合，哇！見到啊，陳康教練越睇越緊張啦，有少少緊張啊！開得靚，靚波，好啦，17-14。哇！呢一度又有分數嘅進帳啊！依家距離。香港隊啊，首個超級系列賽混雙嘅冠軍啊，仲剩翻四分波啊！呢啲就係劉成同埋李俊熙嘅區別，個分波能力咧，李俊熙係強好多啊！哎呀！刺出界啊，系咪咧？咁啊，剛才殺嘅點啊，都相當之高噶，劉成。咁啊，再睇睇啦。真係有少少可能猶豫咗啊，放唔放之間。好啦，劉成嘅開波，接發球嘅係李俊熙啊。好嘢啊！又係正手位啊！亦
到劉成啊一個假動作啊，咁啊稍稍停頓嘅出手啊，見到周海華呢個眼神已經喺度佈住啦。18:50。好啦，就真係要定啲啊，就冇亂咗節奏啊，打定啲。以香港隊今日嘅控球能力咧，我覺得係應該就冇問題嘅呢場波。頂波，哇，好清醒啊！李俊熙相當之好啊，判斷到波係出界，咪啊，距離佢哋首個超級系列賽冠軍仲剩翻兩分波，淨係需要兩分啊！我哋係極大機會，因為即係整個形勢咧，就呢邊就越打就越亂，只要香港隊自己定啲，冇太打得太急，個節奏保持翻，應該冇問題啊！好波，哎呀，真系差少少。咁啊，连爆音呢个阶段嘅压力都系相当之大啊。咁啊，睇下佢开波咧系过唔过到关啦。面对住系李俊熙，千祈唔好受刚才失误嘅影响啊！李俊熙，放得靓波。估唔到啊！咁啊，呢一度爆音啊，喺網前都起跳啊，撳翻板啊！個呢球波，劉成咧都打翻一球靚波嚟一個點殺，跟住咧就係爆音嘅保中。如果剛才佢係重殺嘅話咧，可能效果未必咁好啊。好啦，又睇下周海華。呢、这個出波啊，會係點樣做呢個接法咧？哎、勉強咗啊！嗱，真係開始有少少手緊啦，會唔會係都係時候停一停，定一定咧？冇停到啊！因為李俊熙咧就突然間冇咗感覺啊，呢段時間。剛才失波之後咧，一路到延續到現時。哇！呢一度已經係俾爆音啊，完全係自己計劃定啊，呢個自編自導自演啊，完全都估計到啊，李俊熙係會咁樣放個網前波。不過呢個判斷咧係。大膽得嚟咧，係好正路，一明知對方亂啦，明知會搶網，所以開完波直接上去撲網啊！哇，真係周海環呢一度關鍵啦！定翻啲啦，李俊熙，係、啊，哎呀，真係慘啦，連失咗五分波啊，真係～剛才李俊熙正守位的失波咧，一路延續到而家。好啦，就即係先落後一分咧，就可能反而係放開啲啊！希望香港隊咁啊，睇下周海華有冇鼓勵到李俊熙啦，相當重要嘅一分啊！冇辦法啦，咁啊呢一個出波都係俾爆音係捕捉到啊！再一個點壓嘅情況之下，追住我李俊熙啊，連攞咗六分波啊！中國隊係反勝第二局嘅賽事啊，21-19啊，變成呢一場決賽進入到決勝局。
final game。好啦，咪睇翻啦，呢一场混双嘅决赛赛事啊。咁啊，进入到决胜局啦，开波系鲍如钦。咁啊，依家就真系要睇下香港队啊，点样调整佢哋嘅心态啊嘛。始终啊，头先第二局嘅距离呢个胜利啊，咁近嘅边缘被对方咁样反胜翻一局啊。所以呢場波對雙方都係一個考驗啊！咁啊，尤其是香港隊咧，就第一局咧大好形勢，咁樣就輸翻，即係對佢哋喺心理方面嗰個考驗係真係非常之大啊！咁啊，即係如果係仲諗翻第二局嘅情景嘅話咧，我相信佢哋就未必係可以繼續保持嗰個集中嚟，所以必須要放低。重新嚟過啊！所以真係要好睇啊李俊熙個心態。冇錯，咁啊，即係當然亦都難度會大啲啊，因為第一二局咧就劉成咧就喺度發緊夢，但係會唔會係打完第二局之後咧就係夢醒咗咧？頭先係係啦，如果醒咗嘅話咧，就即係呢邊我哋就會難打好多啊。咁啊，頭先喺一個。贏了第二局之後，我見到他跟兩位教練的溝通就密嘴了很多，似乎真的醒了回來，知道自己剛才在第二盤所面對的一些難處的困難究竟是發生什麼事，看看這一局是否真的完全是進入狀態了。劉成，今天的開波就沒有昨日那麼好啊，李俊熙整個開波節奏咧，就即係俾我感覺好似好趕時間啊！即係呢啲通常呢啲都係心理有壓力嘅情況底下咧，會有咁嘅即係節奏咁嘅反應。係一企埋去就開波。係啦。嗱，呢啲係最危險嘅時段啦，對香港隊再失多幾分嘅話咧，係好容易冧嘅，所以要控制好接發球嘅質量啊！好啦，第一板都是先追住劉成先啦，咁啊相當成功啊！咁你攻劉成嘅呢個位置嗱，睇睇都係比較肩膊啊，係啦，反手嗱呢、這個亦即係左膊頭嗰個位置咧，係最好，因為佢係最弱嘅嗰個位置。即係呢方面，香港隊嘅部署係真係做得係非常之好啊！咁啊！依家就真係好靠啊，周海華嚟到幫李俊熙建立翻個信心。咁啊，似乎依家都仲係即係喺度諗翻第二局嘅情況啊，李俊熙。好啦，咪出波出得靚，靚到劉成喺不經意間呢個跳波又係跳。大力咗啊！所以呢啲咁嘅信号咧，其实应该最多啲系啦，我哋要察觉得到啊，要压前啲，对方就唔系好敢呢个起波啦。咁啊，调翻转头，我哋如果攞唔到前边，一旦起波咧，就对方一定系有力出力噶啦，因为就佢必须要攞翻个控球权啦。哇！不过冇办法，呢个阶段啊，李俊熙嘅开波都仲系有问题啊。好啦嘛，今次咧就係守住，亦都係打翻個中路位置啊！正正就係周海華、李俊熙啊，一個兩個嘅反手位啊，咁啊出現咗個誤會。其實落點周海華殺落去係啱啊，但係李俊熙咧就可能即係呢段時間即係唔係好集中啊。係。嗱，整個出波出界啊！呢球波有啲運氣啊，香港隊。咁啊，鲍如钦就觉得李俊熙系咪揩到件波衫咧？咁啊，但系似乎冇啊，个转身好快啊，李俊熙。咁啊，要取得突破，我谂都要靠
周海华，因为光头仔今日嘅开波麻麻地啊，开得靓，机会。好嘢啊嘛，还好刚才呢一把波守得住啊，李俊熙。好啦，翻咗嚟啦，光头仔。6-7呢球波咧就系连打咗三板波嘅直线啊，咁啊令到啊鲍尔钦咧就系打咗落网。好啦，嘛亦都冇错啊，亦都系影响埋刘成喺呢个阶段啊，又一次系进入呢个迷惘阶段。咁就好啲啊，因为之前七分之前咧。李俊熙都即係仲未集中，仲未入翻啊！咁如果嗰段時間俾阿中國隊拉開個分數咧，就香港隊好容易冧啦。現時咧入翻咧就係一個非常好嘅時機啊！睇下可唔可以領先轉場。咁啊，想換波俾裁判睇完之後，咁啊裁判將個波交翻俾周海華，唔容許換波啊！真係有啲可惜啊，唔能夠延續開波嘅得分率。咁啊，感覺上反而如果依個階段俾多啲流程嘅話，可能好啲喎。流程依個階段就好似迷迷惘惘，唔係咁清醒。係啊，因為始終今日流程咧就即係打起上嚟咧就好似唔係話係好集中，唔係話好進入啊。即係差唔多係90%都係一個即係夢遊嘅呢個階段。開個開波開得好咗啦。好啦，呢個亦都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機會啊！因為過到男子球手咧，下一球咧對鮑魚音個壓力就冇咁大啦。9-8見到劉成咧都。冇曬辦法，又換波又投訴。咁啊，呢一度就要睇下過唔過到鮑魚音啦。咁啊，最緊要就係能夠係打擊到啊鮑魚音啊！依個階段始終佢都仲撐得住啊鮑魚音。劉成就有少少半冧咗嘅階段。呢球波出錯波啊！因為第一、二局咧，嗱呢球波好多時李俊熙就會勾對角，但係鮑魚音咧就開始讀熟咗佢啲球路啊。推得夠開，好有啦！今次又一次係推出去劉成呢個反手位，一球波佢就係判斷失誤啊。咁啊，始終都係追住劉成咧，有著數啲啦。不過呢球波咧，又睇到周海華嘅防守能力咧，好嚴密，真係往往可以令到香港隊咧就由被動轉主動，甚至得分啊！又係一個無謂嘅開波失誤。哇！幾次機會都把握唔到啊！第三個啊，香港隊。好啦，不過劉成呢一度開波都唔好唔得幾多啊！靚波！呢一度嗌挑戰。哇！呢球波即係應該都界內嘅機會都好大啊！咁啊，今次喺悉尼呢一度嘅 line judge 咧都好少犯錯嘅，咪睇下呢個挑戰啦。咁啊，劉成就質疑啊底線呢一位施善員嘅判決啊！界內啊！呢球波真係嗰個施善員真係好準啊！準即使有戴眼鏡，但係真正戴眼鏡嘅係劉成啊！真係值得一讚啊！呢次賽會揾翻嚟嘅體界嗰啲人兄咧係好準啊！好啦，半局呢一度領先轉一分波啊！
跟前啲老虛講，有一個開光好隨順咧，佢依個正手比較開光試下，可以開啲試下先，開啲防守啊，冇咩戰術啦，依家就係、是、睇。好啦，咁啊，聽到陳康教練咧一啲嘅指示啊。咁啊，見到李俊熙始終個開波啦，咁啊，剛才都係偏重，即係個位置啊嘛，都係較為單一啊嘛，睇下啦嘛，喺教練嘅指示下啦，開闊啲嘅角度會唔會有幫助啦嘛，同埋盡量要去要求人壓翻前啲啊。剛才陳康教練所俾嘅指示都係正路，都係我哋一路所講嘅要求啊。咁啊，即係我諗佢亦都清楚咧，就嗰邊順風咧，就即係你前半場控唔到咧，就即係會難打好多啊。我問呢一度有爭取到一個前半場嘅主動啊。咁啊，企位前咗，果然咧，真係出嚟嘅波亦都係壓制性強好多啦。冇錯。好啦，咪爭一爭兩位中國球員嘅誤會啊！好啦，機會波，我諗要快快脆脆企翻喺嗰個發球線啊！即係冇啊，俾對方就清醒。其實劉成打都不是一個錯誤的，剛才咧跑針就一路壓住佢啊。又是機會波，又是把握不到啊！香港隊其實一場波即係突破機會咧就並不是很多，但係第三局香港隊有成三次機會都把握不到啊！好重板啊！嘛，似乎白雷音亦都仲係諗住啊，剛才同劉成一爭過一板波啊，所以香港隊亦都需要把握呢個階段啊！白雷音開始又唔係咁集中。其實劉成今日都仍然係好亂啊！好啦，睇下香港隊今次可唔可以把握到啦？即係我覺得呢個時候咧就提速都係時機啊！全力去攻，全力係壓前搶。靚波，好混亂啊！依、這個階段嘅白雷音已經冇先前啦，咁積極喺網前去跟波去搶波啦。所以位置咧就壓前咗啦、嗯。你只要攞高點咧，就隨便勾又得，推又得，過頭又得，就基本上對方一起我就攻，打啲最簡單嘅打法。所以剛才。陳康教練都講啦，就冇戰術噶啦，就係咁樣壓前啲啊！靚波，又一次係重殺得手啊！李俊熙，好啦，咪依家兩位中國球員啊，都進入一個迷惘嘅階段啊！咪連白雷音依個位置感都唔係咁好啦。哇！連接法都咁樣打落網，散咗啦。今次有啦啩？係，因為對方都打到手騰腳震，真係我覺得搶到咁高點，咁近網都放落網啊！劉成應該有把握，即係定啲咁多啊！保持翻嗰個壓力，保持翻壓前，保持翻搶網，有機會就眯埋眼就攻啦。我睇下呢一边白雷音系咪一样都系散咗啦？佢嘅接法开得靓，哎呀！李俊熙小心啊！千祈就冇 recall 翻刚才嘅状态啊！咪所以周海华第一时间就同李俊熙讲啦，提点佢啦。嗱，呢个就系有经验球员应该要做嘅嘢啊！系。出嚟嘅波果然唔同咗啊！李俊熙好好多，哎呀！但系白雷音依一度，哇！完全系睇得好紧，哇！都仍然有啲危险性啊！突然间好似个节奏咧
就亂咗啊！香港隊出波快咗，因為打呢啲咁嘅硬波咧，就即係冇配合停波，冇配合臨波啦，即係中國隊係打得好順暢嘅，一定要配合一啲嘅停波啊！靚波，反而索性將個波挑高好過，都是直嚟直去嗰啲太快啊，就唔敢停波啊！嗱，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就好危險啦！如果突然間好似第二局咁嘅發展咧，就打打下咧就冇咗感覺啦！香港隊會唔會都係時候提一提咧？我諗啊，相互亦都剛才拍一拍啊，周海華。好得靚啊！入位入得好啊，周海華。呢球波係真係好硬啊！始終都係靠周海華呢位球員咧，就始終都係有經驗。喺亂嘅時刻，嗱呢球波咧，佢夠膽壓前咧，就真係好嘢啊！一般女子球手啦，佢通常都唔敢冇咁嘅膽識，驚男子球手攻擊，所以入得係好及時啊！18-14啊！时机嚟啦，李俊熙嘅开波，放慢啲。哇，刘成都仲系手震震啦。咁就应该有把握啦。如果刚才喺17俾对方顶住咧，就好难讲啊。19应该冇问题啦。今次太想抢网前短波啊，刘成有一次系放落网，开得靓。漏咗啊！鲍尔音漏，刘成亦都系睇到呆咗啊！依家李俊熙亦都系提住自己咧，一分啫，一分啫。李俊熙喺防守方面咧，一旦佢进入咧，好多时出呢啲咁嘅粒波咧，系真系好有威胁嘅。压咗两位中国球员啊！佢哋嘅 match point， 哎呀，谂住嚟个偷食，又心急咗啊！始終都係未贏過啦，就係即係嗰個心態方面咧，都係唔夠平靜啊！好啦，呢一度睇周海華啦，佢嘅接法五分博一分，靚波，搶得靚啊！有啦，周海華網前咧呢一個入位啊，入得靚。去冧網過，攞埋最後一分啊！第三個啦，我哋香港隊李俊熙同埋周海華贏21-15，係擊敗咗中國嘅劉成同埋鮑音啊！咁啊，取得佢哋首個超級系列賽嘅冠軍。哇！呢、這個突破咧，就真係對香港隊嚟講一個非常大嘅意義啊！咁啊，即係證明其實香港球員咧，其實都可以喺世界級嘅呢個羽毛球壇嗰度咧，係可以爭取一席位啊！咁啊，呢場波雖然我哋就話香港隊劣勢，但係今日佢哋嘅演出咧，就我覺得係絕對係值得勝出嘅一隊啊！尤其是咧喺第二局大好形勢輸翻波，喺咁嘅即係心理壓力底下咧。可以再贏翻第三局，呢方面咧係值得一讚，係非常之難得啊！哇嘛，見到李俊熙頭先好慾緊啊嘛，只下個頭係咪真係緊張到頭痛咧？不過依家一切過去啦，咁啊，終於喺63分鐘嘅賽事入邊啦，佢哋係為我哋香港啊係奪取啊首個超級系列賽嚟混合雙打嘅冠軍，因為3年前啦，我哋香港女雙咧都曾經喺日本公開賽係贏過首個女雙嘅冠軍。混雙方面喺澳洲公開賽呢一度係出現咗零的突破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相信啊，同我哋一齊欣賞嘅球迷啊，應該都同我哋一樣咁激動啦。咁啊，相當開心啊！我哋香港嘅混雙組合啊，周海華同埋李俊興、李俊熙啊，喺今次澳洲公開賽啊，兩場嘅賽事啊，都能夠做出零的突破。咁啊，準決賽就係贏咗阿麥特拿斯啊呢一隊嘅前世界冠軍啊，咁啊，今日決賽咧就係擊敗咗中國呢一隊啊，後起之秀嘅混雙組合啊，劉成同埋鮑怡欣啊。今日李俊熙同埋鮑怡欣的確發揮咧係相當出色嘅，打一票啦。冇錯，咁啊，即係對佢哋嚟講咧，就個意義咧就唔淨止係一個零的突破，更加重要咧喺心理方面嗰、那個即係建立咧，就即係會帶嚟一個非常之正面嘅一個作用，因為佢哋喺第二局大好形勢19-15，如果我冇記錯啊。咁啊喺咁嘅形勢底下咧，就係連輸七分咧，就係失咗第二局。理論上，一般球手咧，第三局咧係好難翻身嘅。但係佢哋係可以係可以翻到身，不特止，仲要可以話係以技術性咁樣咧，就攞到即係第三局擊敗對方。呢個係真係最難得嘅地方啊！咁啊～依家我相信佢哋啊，今次要攞冠軍啊，呢個決心係相當之大。我相信啊，琴日贏到阿麥特拿斯啊，令到佢哋今日喺依一個出戰啊，劉成鮑怡欣啊，亦都係打咗一支強心針啊，為佢哋。冇錯，咁啊喺整個晉級過程咧，佢哋贏佐敦啦，就贏李信啦，又贏呢個阿麥特啦，今日贏埋劉成，咁啊即係。變咗呢個雲雙嘅冠軍咧，係可以話係絕對係含金量係都叫做非常之高啊！因為今次嘅雲雙咧，就除咗係張楠、趙雲雷之外咧，其他應該基本上都嚟齊噶啦。咁所以我諗將來即係佢哋即係希望可以再繼續有更大嘅突破咧，就希望係可以有機會挑戰徐晨、馬俊啊，同埋呢個張楠、趙雲雷啊。哇！光頭仔翻嚟都要請阿財叔食翻餐飯啊！咁好嘅成績咁啊，叫做真係財叔啊，由細由佢細咧教佢大，真係。不過就同我就冇乜關係嘅，就主要咧就係即係陳康教練咧，就真係帶佢哋係帶得非常之好啊！咁啊，今次香港隊咧。